们信义一下去就提那啊，哇，吴天义战神又输了一个，哎呀，真是的。你看，你这太要慢慢来，你太紧张了，没有准备好就输了。对耶。Sorry。啊，妈妈自杀一次。战斗开始。吴天义一下去先左右撞了两次轮盘，哇，锵锵锵。战神对上狂野龙兽，给他打碎，打碎他！哦，天翼战神好像快没力气了，果然天翼战神没力气了。天翼战神又再一次被狂野龙兽所打败，看来狂野龙兽是很强的啊。还可以叫狂野龙兽吗？然后吴兴义开始又耍赖皮了，看人家赢又要给人家拿走了。现在开始改装战斗陀螺，用狂野龙兽。哦，吴兴义在装什么秘密武器？我怎么都装不进去？换吴兴义用狂野龙兽战斗开始。哎呦，哇！是谁被爆裂了？是我的吗？原来吴兴义的狂野龙兽瞬间就被爆裂了。在这里啦。在哪里？这里啊。不对吧？他的是紫色的、啊。是紫色的啊。那哪里是紫色的？不是啦，狂野龙兽的那个塑胶的掉到哪里去了？我想要当成这个样子。你看这里一个结晶轮盘，然后我刚是好像有一个跳过去了，哇，狂野龙兽跑进去。现在已经找出来。越玩越少歌了。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好，来再走啊、嗯。没有了。我当前发光之神，越来越强。战斗哦！我会输给你的。应该战斗开始。你的太大了。都一下去就打到旁边，所以这样很快就没有力气。冲啊！暴风巨神！快点！哇！吴兴义又输了吗？不行，对。什么？这个是我的。要等，不行。要等他转完。什么？等他转完？你刚刚都赖皮呀、啊！暴风巨神，战斗开始！哇啊啊啊啊！啊，你赖皮的爆裂了，自行爆裂！我要等他。嗯，你自行爆裂了。等我。我、哦、已经超过六了耶。再玩两次哦，可以再玩两次。啊，这个几粒？哦，还有一颗神力圣剑。可是神力圣剑，爆裂时代。神力圣剑，迷失神枪吗？迷失神枪没有买啊。迷失神枪是流的，是流口水的。神力圣剑。